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吃游青岛。今天小编到青岛的码头上买了34斤的扇贝，用农村的大锅蒸了一大锅，大家感受一下。首先我们把扇贝洗一下，扇贝这种东西呢，洗的时候只需要把表层的泥沙清洗一下，贝壳里面是不会有泥沙的。我们多人分工，这边在烧着大锅，那边在同时洗着扇贝。大家看一下34斤的扇贝能有多大一锅。这没打锅呀、啊。水开以后，大约蒸个3分钟左右，然后再焖一下，就可以开锅了。哎呀，我天，这没打锅呢，太过瘾了，尝尝。哎呀妈天！哎呀，老好喝，好吃点不？嗯嗯。同意同意，你有嘞，我给你马上到。这么一大锅扇贝，一顿饭肯定是吃不了的，我们可以把肉包出来放在冰箱里慢慢吃。小编尝了一下这个扇贝啊，由于是从码头上买的，格外的新鲜，买回来扇贝还是活的，这么鲜活的海鲜自然是非常的鲜美，特别的好吃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么一大锅34斤的扇贝大约需要花多少钱呢？大家猜一下，欢迎留言评论。